那老师，我想有个好奇的问题，昨天想问来着，以前一直没敢问，就是那个救人的时候，不游泳的时候救人嘛，那怎么样打晕呢？电视上面人家对着这个颈动脉都有一家伙，这里有个压力感受器，确实打了容易晕，但是呢，不是讲一定晕，是小概率事件。明白了。如果特种部队真的过去碰一下，最大的可能是别人你干嘛？原来都是骗人的，电视剧里都是骗人的，尴尬了，那就尴尬了。我还以为人有一个穴位或者是一个器官，一打就会立刻就晕。是有啊。就是颈动脉窦这里有一个叫压力感受器，它是可以晕。具体位置搁哪儿呢？具体位置就在这里，你能摸到颈跳动的地方，跳动的地方，有搏动的地方就是。它的这个位置。对，是。哎呀！今天节目录不了了。我可能先要回去休息了，再见。